现在部分的话，要测试 HTC 的 Sense 3.0。照相功能很正常，然后气象周波也都是蛮正常的。那三 Mark 抓东西也都蛮正常，这版的版本的话基本上还蛮稳定的。对，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，在这里话有个锁定荧幕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它有一个蛮炫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气象的一个动态。你可以在气象的时候看，锁定的时候就看到气象，各位看一下，还蛮炫的。那这四个呢是它锁定的按钮，基本上你解锁的方式有两种，一个是按住这个环往上拉，荧幕就解锁了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另外一种解锁方式吧，就是比如说当你按讯息的时候，拖到这个环里面。那它也是解锁，只是说它会马上进入讯息的一个功能表里面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个东西。对，那比较特殊的地方在这边。哦，你可以去设定你的锁定荧幕。比如这四个，气象的、Facebook 时间的，那个人觉得以社交看板这个为最实用。今天当你在锁定的时候，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你四个朋友的最新动态。我四个朋友的最新动态，它这边都可以显示。那当你今天要看的时候，一样点住它往下拉，它就马上去开启你这个朋友 Facebook 的一个最新动态。我们看一下吧，就这样把它放进去，它就马上就进来了。这个版本的话，比之前的都还来得稳定。气象动画。